試下扭咁今日嘅呢一場賽事咧，其實非常之簡單啦，就呢個荷蘭對住智利啊。咁阿森咧就係荷蘭。荷蘭冇乜球品，我覺得。係咩？咁你覺得我個人品點啊？你揀得荷蘭冇乜球品，你覺得我粗魯啊？係啊。智利嘅咧就係埃士同埋我高拜啦。係啊，隊友。係啦。二比一。哇！咁球賽就開始啦！哇！即刻入到去呢一個球場度翻嚟啦！哇！今日係個天氣係點咧？個球場？今日咧就吹呢個東南風啦，同埋陽光普照噶。係啊！我已經私底下咧學識咗啦。嗱，哇！橙色温度。嗱，個氣温咧一睇就睇得出咧係三十幾度噶啦。同琴日差唔多嘅，因為啲女，我記得呢個球場，我記得呢個球場，呢個喺亞馬遜河區嘅球場，喺亞馬遜河旁邊嘅，係啦。我識打嘅就係 Candy Crush 同埋俄羅斯方塊。你不如咁，我同佢一隊，咁到佢唔掂嘅時候，佢就撳掣叫我出嚟，咁我就幫佢打。我唔識打嘅就係 Candy Crush 同埋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Koba， 係咪好森巴 feel？ Koba， 哇！係我即刻冷落咗。荷蘭咧，其實我不嬲都麻麻地嘅，因為舊年世界盃咧，我係支持西班牙噶嘛。咁荷蘭咧最尾嘅時候，我覺得佢哋踢得太粗魯啦，我中意斯文啲踢波。荷蘭隊阿森，跟住智利隊一號埃士黃婉曼。我哋自己睇可唔可以踢好出嚟？跟住係，我個隊友叫咩 ？Kuba， 智利後備，係。王牌球員 ，Kuba， 但係佢似打。喂，開波啦！我試下出個波噶啦，我已經係。係啊，嗱，已經錯漏散啦，你先係粗魯，我哋壓力試三層試呢球，慘跌咗我啦！咦，你做咩學阿江中德嘅講波方法幫佢？扮佢心諗咯，好一路跑咧，嗱，掠住啊，兩個球員，人多蝦人少啊，唔公平！反擊啦，兩個監擊啦，哎呀，你竟然係。好啦，我其實太遠射啦，嗬，都唔算係噶，都好遠下噶啦。遠射個波唔好射得遠，大力啲射埋咁就得。呢個可以點樣大力啲噶？你過分用力啫，可能。幾好玩喎！嗱，呢球第三個機會，緊要啦！一比零，哇！山齊士啊！我第一次打呢個足球機，好好玩喎！即係我諗住我會掂唔到波，但係點樣都帶到一下波。因為二比零啦，哎呀！隊友咁你自己本身添？想休息，我要交俾我嘅隊友啦。其實我自己咧就中意瑞士多啲嘅。誒係咩？梗係得啦，梗係得啦。我哋打個二比零大勝啊！但係咧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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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比零唔算大勝㗎啦。二比零算正常勝咯。因為好冇理由嘅理由就係我舊年睇荷蘭對西班牙啦，我支持西班牙嘅。同時我覺得荷蘭踢波好似有少少粗魯，咁我又唔中意太粗魯嘅踢波方法，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想瑞士嘅。好，首先咧就係好斯文嘅荷蘭隊對住呢個好。粗犷，唔係嗱，嗱轉咗啦，我哋頭先你粗犷就，我而家好斯文，都冇近，你呢場係智利啊？啊係咩？智利咩？而家我粗犷翻嘅，我形容翻你嘅外表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哦，比較粗犷啲嘅外表。其實咧，女人睇波都唔會太理智同埋太分析性㗎啦。依家咧 ，Ice 係突然間咧係轉咗國嘅，就突然變成咗荷蘭。唔想你輸咁多，你輸嘅。哦，兩球唔多嘅，兩球，兩球唔多嘅。係啊，佢憐憫我，我感到好欣慰。依家咧即刻上力啦，即刻上力，咁我可以發揮我正常嘅實力啦。你唔搞錯。你快啲加油啊！阿 Sir。真係慘，有咩慘得過自己嘅隊友去支持人哋嘅對手？而係因為同情，出自同情。哇！呢個。铲落去，铲落去，哦！但系你明明系智利一球足先，一个烫角，哎呀！再唔输，不怕神一般的对手，只怕不支持自己的队友啊！哎呀！你系咪讲紧呢个葡萄牙？唔系，我讲紧你啊，阿志。咁我系猪喎。我冇系啊，系。好啦，去到七十分钟啦。荷蘭隊的球迷已經看到有些開始離場了，點解咁快就跌到七十分鐘嘅？我哋唔係實時的嘛，如果真的踢90分鐘，哇，真係慘咯！到期是108比0都輸。我以為時光飛逝，我哋明明打咗5分鐘，點解已經七十分鐘？好啦，多啦，好啦，哇，又搶截成功！咦，有機會喎、啊、你，有機會噶，努力啊，森。
可唔可以俾我？記得啦，我仲諗住扭到去個門口度俾你入。錯啦，猜到完場。我係咪？唔係公呢邊啊，我哋呢邊會。唔係，可以試下公，可以試下睇下咩效果，可以睇下咩係啊。換咗邊都成45分鐘嘅時間㗎啦，係啊。慣咗喺呢邊。我出曬汗喎，心理。我因為主力咧，唔係因為打機同埋你，係因為頭先 Ice 喺我身邊。我喺你身邊暈暈。係，唔係啊？出曬汗咁。淨係企喺度，我已經出汗，但係好開心。雖然咧荷蘭咧輸咗3球，但係喺中途咧得到 Ice 佢嘅精神上支持我咧，我覺得好感動。雖然咧我贏咗3球。但是呢一開始咧 ，Ice 已經冇支持我，所以我係非常之唔感動嘅。最後先翻最後一分鐘，浪子回頭係好事嚟。所以我覺得咧，輸咗比賽，但我贏得 Ice 嘅支持，所以我喺心裏面都係我贏得比賽，又贏得 Ice 嘅支持，你都係輸咗嘅。係啊！國際足球盛事，你點只係觀眾啊 ？DBC 引爆足球狂熱，全台 DJ 主持升級嘉賓，全程電換測賽果。这个6、7月和你玩到尽，精彩玩乐无限播送 DBC 数码电台。现在的男仔这么好口才的。